那如果我是硬不要 pick 嘞，不可以哈，还一定一定，OK OK， 我自己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Wei Liang， 我们是 GirlStyle Singapore。Lately, it's all like music related stuff. Like now, I'm trying to write my own lyrics. I want to use music and impact like people, impact like my fans, inspire people.唱两首是没有办法，唱两句可能可以。唱两句，当然那是我跟就是我的音乐的伙伴他们一起弄的。需要多少剪辑不出错，让你看见位于男儿的那个我，是我陷入太深，即使男儿身份镜头慢慢推进，假装坚定眼神，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爱我。好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，就这样。我想要尝试一下。English drama， 因为它是一个我没有触碰过的一个地方，一个领域。对，讲英文不是我的强项，但是如果要我突破自己的话，我希望可以演一部就是用英语的 drama 也好，电影也好呀，那个是我想要做的啦。没有遇到对的，没有遇到适合的。有遇到适合的话呢，你介绍啊 ，GirlStyle 有没有 GirlStyle 要介绍啊？对不对？看看，没有啦，缘分这种东西还是就是可遇不可求啦，就有遇到了也不会把它藏起来啦。每一个人都棒啊，我们的感情其实都很tight啦，是吧？如果讲真的，比较多接触跟聊天比较多的应该是 Tosh， 对，因为我跟他就是做了很多 travelog 啊，然后我们有很多 music 也是在一起做啊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比较多话题啊，玩的东西比较一样，然后每次就混在一起嘛。做好事坏事都混一起。Pick a scroll，and then 里面有写星啊，跟那个零。那如果我是硬不要 pick 嘞，不可以哈，还一定。OK OK， 我自己来。看起来不会是结婚证书啊。费玉清。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，你是否还在？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，是不是这样？费玉清应该就是这样吧。哇，突然间这样子，我整个人我不懂他自己要唱什么东西啊。我问天，敢会当卖创治？工作里富少与天才，幸福里生产快乐。无啦啦，几年啊久无啦啦。Kekasih tercinta entah di mana， 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有没有？几首？四五首。四首啊，对对对啊，对对，四首可以啦，因为英语。